病夫，东亚病夫已不存在。尤氏健身馆为配合政府推展全民体育运动，确认强国必先强身。出奇巨资在新庄地区成立尤氏健身馆，提供场地训练器材，并由国手级教练指导，在舒活筋骨中使您体能潜力达到巅峰境界。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尤氏健身馆四季招生，不分男女老幼。圣南堂伤科接骨院，不用药物治疗，以最新电脑科学仪器整复跌打损伤。尤氏健身馆报名处：圣南堂伤科接骨院，圣南堂尤氏健身馆。地址：新庄市中港里中华路一号，中港夜市边，财源戏院楼下。服务电话：993-1002。这份是你的，谢谢。耶，嘿，看我的厉害呀！哎哎哎哎，别怕，你什么？看，真衰呀、啊，都是你告诉的号码。嘿嘿，那个号码有什么不好啊？嗨，就是你告诉的号码，结果我共估了。哎，哪有每次赌都赢的？哎，中了输的时候、哎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输了很多钱呢。输了输了，输了都干什么？哎啊，阿明阿明，阿明，你不是先赌了50多万吗？我们想办法
从耀辉的儿子抢到身上下手，就可以拿到钱了，怎么样？哎，50万哎！先干再说。哎，妈咪，不要心急嘛，我们要做，总得好好计划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办。走。哎，哈哈，哎，你输了。你，大强，你又输了，宝宝又换你一下。你好，再来。好，来。好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来。啊，宝宝输了。宝宝又输了。哎来来，小姐，小姐，没关系，我是爸爸呀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起来吧。爸爸，我的镜子洗好了没有？快好了，不是正在洗吗？来吧。会凉的，刚才擦干。耶，来，快穿上，穿上。佩德啊，学校为什么要打架？是同学先把我推在地上的。真是这样？嗯。我们回家再说，上车。书不好好念，就知道打架。我没有，他们说我把铅笔弄坏，他们冤枉我的。冤枉？我平常是怎么教你的？如果你这是冤枉的，为什么不跟老师说？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快点，
他们昨天早上就搬走了，搬哪儿去我忘了问他们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这不是你以前的老公吗？你怎么那么啰嗦啊你？今天老师给你几个小鸟啊？老师说我考了80分只能得到小小鸟，要考100分才有大小鸟。好，考了80分爸爸还是有奖。那今天不开火，我们先去吃牛排，再去看电影，好吧？好，谢谢爸爸。来，那我下次考100分你要带我去游乐场哦。好，考100分爸爸一定带你去游乐场。谢谢，来走喽。今天玩得高不高兴？高兴啊。妈妈再带你去看电影。好，走。你在家里一定要听爸爸的话，知道吗？妈妈，你陪我进去嘛。妈妈还要上班，下次再来看强强好不好？妈妈再见。哎，妈妈亲一下。身上的衣服是哪里来的？
今天遇到妈妈，她带我去买衣服的，还看电影哎。所以我就忘了打电话给爸爸了。谢谢爸爸。嗯。下次记得一定要先打电话告诉爸爸。阿辉啊，来来来来，什么事老板？这个车厢装满的话，要到码头去的，再把这个车厢装满。可是我加班费啊，我少不了你的啊。哦，哎，要回加班了，哎，机会来了，咱们走。你看，那不是抢抢吗？哎哎，对呀、啊，咱们过去、啊、走。啊，碰碰车，小蜜蜂和小精灵很好玩的哦。啊，可是我爸爸知道我乱跑，一定会生气的。哎，就抱到我身上吧。哎，叔叔要帮你打电话给你爸爸，这样你爸爸就不会生气了嘛。对呀、啊，你跟叔叔去玩，我帮你打电话吧。真的？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不会骗我啊！哎呀，叔叔不会骗你的，咱走吧，走啊，走，走。叔叔，不要骗我，一定要打电话给我爸爸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帮你打的。走啊，再见。放学的时候，我要问他说：“爸爸怎么没有来接你？”你看会不会去找他妈妈去了？我在家里也打电话给他母亲，可是秦风说没有。厂长找到了没有？还没有找到。徐太太，不是，秦小姐，强强没有去找你吗？没有啊，下午我出去办案，回到办公室就接到电话，真把人急死了。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我，耀辉，我们再到附近找找看。好，老师，那就麻烦你去问一下有没有去哪位同学家里。好好，谢谢啊，哪里？要我跟你喝尿。
想喝水啊？好，我给你喝，你喝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跟我吵。怎么想吃东西？再哭再哭揍死你。怎么肚子饿了是吧？好，我就给你吃。想吃是吧？吃吃啊吃啊你。哦，什么？兔子，你再给我皮啊！要不是因为你之前，老子我早就把你杀了，知道吗？哼，好吧，竟然敢动老子脸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穿个德行。怎么还没有消息呢？怎么办？喂，我是。还没有啊。好好好，我等一下回局里。我是阿辉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喂，我知道。什么？你们要50万？喂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孩子在哪里？我要跟孩子说话。喂。他们没有说在哪里，只说要钱。谢谢你们，可别让强强跟我说话。喂，强强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耀辉。你千万不要听对方的话，我回局里跟组长研究一下，你等我回应。你一定要等我的消息哦。这件案子可以从卡车公司调查起，也可以由他交往的朋友去着手。秦凤，你也不用难过了，天下父母心，但是急也没用，尤其是孩子的爸爸，你要他务必跟我们合作，知道了。组长，我知道。哦，对了，大牛。是。今天晚上你到阿辉工作地方去走一趟，会不会跟员工有关系？查清楚马上跟我回报。还有，你要查清楚，如果是卡车公司的员工，
问他什么时候进公司的，以往交往的情况怎么样。是。喂，我是，我马上就来。你少啰嗦，把钱放在桥中央，准备见你儿子吧，快！爸爸，强强，强强，爸爸，强强，强强，爸爸，强强，强强。强强又被他们抓走了！乐乐干嘛？赶快上车！快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叫你要等我的消息呢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？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喂，刑事组。哦，请等一下，请见。喂。准备好50万，放在老地方桥头。你们那套我了解得很。所以千万别耍什么花样，我可是警告过你了。不要急嘛，谢谢。喂，刑事组，我就是。什么？你们还有50万？你们到底把小孩怎么样了？凤姐，电话给我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他。大牛，你不要吵好不好？赶快去查电话从哪来的。哦。喂，喂，喂，喂。凤姐，这种电话我上次就接过一次，好像从基隆打来的。啊，基隆？是啊。凤姐，我去查。嗯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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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喂，叫什么叫？再叫，再叫，淹死你！根据我们的研判呢，报告组长，抢枪有消息了。啊，大牛，你说什么？抢枪找到了，在哪里？秦凤，你先别急嘛。大牛，你快说在哪里？我刚接到密报，说抢枪被人押到南方澳的渔船上了。秦凤，你先跟大牛到南方澳去。嗯。老李，哟，通知八号分机和联络南方澳单位会同办理。是，组长。抢枪！抢枪！抢你在开车之前有没有喝酒啊？车祸当时现场的情形，你现在还有没有印象呢？你公司同事阿土平常是不是喜欢赌六合彩啊？对不起，我们。你们两个到那边去找找看。好，到。是，你到那边去查。是。哎呦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哎，我，哎呦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嗯，哎。这，哎，凤姐，水里头有包东西啊！哎呦，怎么这么重？过来帮忙！哦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打开看看。哦，我要抢枪！
求求你们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不要这样子嘛！我要去找我的孩子。思雨，你还要去找我的孩子？不可以了，我没有生病，我没有生病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生病，你们放我！不要！妖怪！小梦，强强呢？这里已经没事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哦，强强，怎么没有来？你找到强强没有？你说话呀你！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，秦风，到底找到了没有？你怎么不带他来呢？强强呢？对，他是不是上学了？你有没有带他去吃汉堡？有没有给他多加衣服？我有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我好想他。对，强强这次考了100分，上一次我就答应过他，只要他考得好，我就带他到儿童乐园去玩。强强真是个听话的乖宝宝，我这个做爸爸的一定要实践我的诺言。秦风，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来？你找到他没有？啊？你说话。小辉，强强，强强他。他怎么了？强强他被人吃掉了。你说什么？不会的，小辉，他被人吃掉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小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凶手抓到的。这不行，我们该多费心。孩子出了这种事，父母都有责任。我会处理。好了，你是个刑警，你不能够以私罔顾，快回去，免得局里有事找你。反正强强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会处理的。耀辉，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？强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哦，阿辉啊，他早就不干了。这笑话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。老板，小辉，你来干嘛？阿土阿明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真不知道？哎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！我问你，阿土阿明呢？我真的不知道嘛。你就是不说。我告诉了你，我不知道嘛。妈的，我让你永远不知道。辉先生吗？你想死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没有看见。都是不长眼睛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我们走了。你再看，哎，看，眼睛大，我把你眼睛挖出来。停车！耀辉，耀辉，耀辉！操你妈！你不想活？耀辉，耀辉，要要吗？老尤，姐姐，有没有电话？没有。秦凤，谢谢啊。啊，组长，我看阿辉这件案子就交给你去办了，我怀疑跟绑架有关系。什么？喂？哦，凤姐啊，别忘记自己身份，狠下心办好这件案子。嗯，辛苦你了。老尤，马上通知八号分机。是。大牛，哎，去联络一下当地派出所。哎，是。啊，晚上跟我到徐小辉家去一趟。哦。这下跑不了了。为什么不能杀人？我为什么不能杀人？难道我错了？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我要的你们能给我吗？走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想看耀辉，你不要难过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小爷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没有害我，害我的是沙成年的绑匪。其实你比谁都拥有的多，起码你还拥有我。老辉，想开一点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我永远都忘不了强强。等我了了一件心事以后，我会去自首的。老板，买包烟，长寿。哎哎，先生，我的假的车。哎。这比你的列车讲的可能啊，叮当市长有。哎，你鸡三角，这是你妈都得派狼有，你干笨走。
勇敢的。多爱，自己争取呢。多爱，信任啊！是你干我娘，还是我干你娘？妈，信任啊！忘不掉，多爱，快走！凤姐，我看他跑了。嗯。哎呀。嗯。哦，大牛啊。嗯。赶快通知各关卡，彻底清查所有民众和车辆。嗯，是。嗯。奇怪，人呢？啊。你来了，小月。麻烦你帮我端盆水好吗？小辉，你还有明天你上街帮我买副新的手套，谢谢你啊。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难道连我也不能说吗？小月，请你不要问我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不可以，我是有罪在身的人，请你原谅我。小月，对不起。我们是刑事组的。啊，哦，对不起啊，请问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位中年人叫徐二辉的来过？没有啊。嗯，我们家没有陌生人来过啊。是啊，我们家是没有陌生人来过。好吧，如果有陌生人来请通知我们一下好吗？好的，我们走。好，走吧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谢谢。奇怪，怎么会到我们家来找姓徐的呢？明白，我自然会去自首的。哎，你冷静一点。好好，小辉，小辉，小辉，你跟我回去。你别管。你听我说嘛。你走，你冷静一点，小辉，你不要跑。
否则我一枪打死你。好好。再快点。好好。赵辉。再快，再快。我要替小杨报仇。大官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这样盲目的逃亡，会毁了你的一生，你知道吗？你他妈不要逼我！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警察，对，人人都叫你是女煞星。要毁我，了解你的心情。难道小强不是我怀胎十月所生的吗？发生这种事情难道我不难过吗？强强的妈是我，强强喜欢吃蹄膀牛排汉堡，每天早上是我帮他做早点，你不明白吗？我是强强的妈，我才是他的妈。强强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因为职责在身，妈妈疏于照顾你，你会原谅妈妈吗？你他妈的不要假慈悲了，你只知道维持秩序捉拿犯人，你却不能替你自己的儿子破案。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耀辉，你冷静地跟我回去，我会请求上级对你重判。放你狗臭屁！你当我是三岁小孩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是强强唯一的亲人，我一定要替强强报仇。耀辉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耀辉，我祝你永远当老大啊！老大，祝你当老大，一直当到死。你说什么？不会讲话就别讲话，不会装哑巴，下去。
还没下去？是。对了，不要说太顺，我已经说了嘛。他们三位啊，是我特地为您请来的。你看他们挺新鲜的啊。我们干杯啊。阿土阿明我孩子我孩子啊，大哥小心了，大哥快走，快走啊，帮我孩子、你们为什么不出来？大哥快阿土还我的孩子，还我孩子你本身的职务了，也难怪你会七上八下的。喂，什么？又发生命案了？高老的家，快通知机动组去抓人去。
是谁呀、啊？这么晚了还来叫门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孩子在世的时候，我曾经答应过带他来儿童乐园玩一次，可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啊？什么？他死了？大叔，求求你。行行好吧，让我对这孩子最后的承诺实现了。哦，你诺言实现了，那我呢？被炒鱿鱼了。我求求你，孩子都死了，还玩什么乐园嘛？大叔，你不会了解的。他在世的时候，我答应他，只要考100分，就带他来儿童乐园玩。可是。当我看到那张考100分的考卷，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我求求你，答应我完成这最后的心愿好吗？好吧，天下父母心。哎，难道我们老板没儿女吗？跟我来。谢谢、谢谢。开关在门边，小心点走啊！好。喜欢儿童乐园吗？爸爸现在带你来了。爸爸答应过你，只要你考100分，爸爸一定会带你来玩。你看，爸爸不是带你来玩了吗？你的努力，爸爸都知道。我们家骑木马。好不好玩？爸爸上次打你疼不疼？你会不会生爸爸气？爸爸打你好疼，是让你听话。咦、哎？哎哎，呜呜呜！啊啊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
来，叫一个，哎呦！只要你听话，你永远是爸爸的乖宝宝。强强，你放心，强强，爸爸这辈子永远都会陪着你，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强强，好不好玩啊？我们在坐飞机。强强，乖啊，爸爸下次还带你来玩。爸爸，你扶好吗？咦，快！好可怕！咦，加油！强强，你看那位好心的大叔，又冷又困。我们回家了，好吧？下次再来啊！哎，加油！加油！看我的！哎，我有啊！哎，这哇，爸爸好棒啊！爸爸好棒！哎呀！啊！老李，你们走右边。是。大牛，你们走左边。是。跟我来。秦风，你跟着我。嗯。你还是人吗？凤姐为你左右为难，为了抓你
差点被停职，老子要是凤姐的话一枪毙了你。嗯嗯，哼！哎呀，凤姐，跟这种无情无义的人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不信你有多狠。陆大刘，放他！他妈的！Thank you.